Over the last 15 years, we found that one-stop beauty is a preference of consumers. Senzo was established in year 2009. Nowadays, we are changing to digitalization of technology beauty culture. We provide customization, personalization services, and consultation for every client. We research and develop to create products for a universe which is the new form of luxuries. We do personalization through technology, providing never-ending opportunities for the industry to innovate. We believe that as we integrate into the team, we work smart to maximize personal value. We achieve our excellence through teamwork. Reverse your age look. Experience the difference with us.酷看网络电视盒，让看电视变得更简单。酷看 get better.Get either. 欢迎大家今天收看 Women TV， 欢迎来到 Live Show with Annie。OK， 在我的节目，你可以说出你的使命，感动自己，影响全世界。那线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哦！今晚上我们有一个嘉宾非常特别，他是从一个小小的微商代理做到现在是，在这一个微商团队里面的佼佼者，也同时升级成为公司最高职位的这一位微商。那他在这短短四年里面，就从一个小小很普通的代理，都到了现在有这个公司联合人的这个成绩啊，所以他的经历是不容易的。有声音吗 ？Silent。OK， 好，那现在我们欢迎来到现场看这一位这个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嘉宾们和还有我们现场的观众们打个招呼。Hello。Hi。现场的观众真多的，你看他的粉丝超多的。那到底这一个人到底是谁呢？为什么有这么多粉丝呢？他就是我们的Sam Sam， Hello， Sam Sam， 来 Hello, 跟观众打个招呼。嗨，你们好，我是 Sam Sam。好，那基本上今天呢，邀请到 Sam Sam 来我们这个节目，主要是分享他年纪轻轻的他为什么要这么打拼？到底他打拼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每个人他开始创业都是因为会有一个初衷或者是初心吧。我的初心呢是来自于家庭吧。因为可能我从小可能在不那么的一个完善的一个家庭中成长。当然这个东西并不是说要我们要去埋怨它，而是它是给了我更加多的那个力量去想要去奋斗，想要创造更多。因为我觉得为什么一个女生
要出来创业，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不创业的话呢，嗯，今天可能我打一份工作，嗯，以我又不是很厉害读书的那种，就是那种积攒这样子啊，我觉得我想要去报答我家庭，应该是我想要给我家人过更好的生活，我觉得是会比较困难一点。嗯嗯，在现在的2019的话，什么都贵啊，什么都贵。对，嗯嗯。那么是什么情况下你会开始想要当微商创业呢？其实我当初想要创业微商是一个机缘巧合，嗯，其实我跟我朋友他们一般人哦，我们都很喜欢赚钱，嗯，我们都可能这个是那个能量相吸吧，嗯，就是你会跟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那时候才多少岁？那时候我们17、18岁。这么小就爱赚钱了？我们超爱赚钱。我记得当初我们有加入过一些保健行业，嗯，想要投资20千，嗯，那么小都没有钱吧？哎，我觉得哇，这个我觉得改变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看到后面很长远的一些利润啊之类的。我们觉得，哎，18岁，我们不会让我们的年龄呢去局限我们，嗯，的那些，就想比如说局限我们现在的那个发展这样子。嗯，所以我们就一直打拼，一直创业，一直打拼创业，一直跌跌起起。嗯，到最终呢，我一个姐妹就是我的恩人，就是在这个平台上面的恩人，她呢那时候呢，她是在卖着瘦身产品，嗯，然后他也做得不错，然后那时其实我没有想到说要做，嗯，我想到说，嗯，那么我也吃吧，我也是想要减肥吧，想要变得更漂亮，嗯，更自信嘛，嗯，然后我就说，哎，给我吃一下咯，买一罐来 support 你一下咯，嗯，一当我一吃了一个月，当然是效果它非常好，嗯，它太好了，效果就是今天这个产品吗？它这个呢是它的第三代了，嗯，我们还有第一代的，嗯，对对对，还有甚至还有第一代的，然后那时候我一吃了过后呢，觉得哎很不错啊，说他就鼓励我说，哎，你可以尝试一下，啊，嗯，尝试就是在网络上面做个生意啊，嗯，他就教我方法，我就我记得当时我一 post 报还蛮热烈的一个回应，我就有惊吓到，我觉得哎，原来这个微商的行业是这样子的运作，就是有人教你怎么做，嗯，然后我觉得哎，我可以省很多时间，然后也可以得到我要的更加多的东西，嗯，我觉得它就非常好，然后就真的是差不多3年前、3年前的时候就真的是完全就全职在这个微商，全职，嗯，一开始是全职了，嗯，那原本没有当微商之前你的工作是？我可以说是打散工吧，打散工，没有一个正职的一个行业，比如说今天那个朋友告诉我说投资这个东西很赚钱，我就全职去做，嗯，然后做不到了过后就是可能很怕，就是可能不太顺利啊。过后我就跟我朋友他们一起去，嗯，有试过，我们去广州、去泰国拿衣服回来，嗯，拿回来卖。然后我们做了3、4个月过后，觉得哎，它不长远，我觉得它还给不到我们要的那个很冲击很大的那种，回报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一直打散工的，嗯，啊，就是什么工作都去 try 一下，去试一下，可以说哪里找钱我们就在哪里。嗯，直到你遇到 M1 这个平台，嗯，你就是你落脚的地方，对，可以这么说吗？可以这么说，嗯，就是完全于落脚，完全它也让我一种感觉，就是对，这个就是我要的地方，嗯，我想要把我全部的力量放在这个平台上面，嗯，然后放在平台上面就去闯，嗯，它是回忆一个让我这样子的感觉。以前的话我是觉得是，嗯，哪里有的赚钱我就去哪里，哪里有赚钱我就去哪里，可是 M1 它让我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可能说它不只是改变到我吧，它令到我有一种使命感，令到我更加有价值吧。嗯嗯，对，那么短短的4年你的业绩就做到这么棒，而且团队有多少人？差过百人，团队过百人，嗯嗯，而且短短4年时间你也是升级到了公司的这个联合人，嗯，这个联合人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位呢？这个联合人呢就是会你要配合我们跟公司的老板，就是去讨论我们团队目前的一些，嗯，我们可以给予他们的培训啊，或者是市场上面需要什么啊，嗯，或者是我们可以给客户更加好什么东西啊，我们都需要跟，嗯，我们的内部的老板去商量咯。那么这个身份跟股东有一点类似，嗯，对吗？嗯，对的，就跟公司的一个联合股东。嗯嗯，所以蛮不错的，没有考虑到你一个年轻的小女孩可以这么年轻，像你这样可以从短短从几年时间已经做到了这样棒的业绩，嗯，所以在微商经营这个事业里，你遇到领悟到的是什么诀窍呢？
让你可以快速成功？快速成功吧，我觉得内在驱动力，嗯，我觉得内在驱动力是真的是很重要，就像我所讲的，嗯，你的目标重不重要？很多人他都会告诉我们，我的目标很重要。那么它有多重要？它是不是如果你没有达成，你就会很痛苦？嗯，会不会很辛苦？会不会每天一起身就会想起它？嗯，一睡觉每天睡不觉都是因为它，那个目标是不是那么多重要呢？嗯，因为我的目标真的是我是放到很大，就是每天我都是会在一直驱动我自己 motivate 我自己，而不是让别人来推动我。那你的目标是什么？我的目标就是，我要给我父母，我给我妈妈最好的一个环境。嗯、其实可以这样讲吧，其实我跟我的妈妈以前我们的家庭关系哦，嗯，她不是到糟糕，可是她可能会因为一些金钱上面会有一些，会有一点闹得不开心，嗯，因为可能我们大家都经济能力不好，嗯，所以当我开始在我经济方面已经开始改善了之后，我看到我家人他们也很开心，因为他们也不会再为这个事情而烦恼，嗯，我可以帮助到他们，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我应该要做的东西，改善了整个家庭的这个经济状况，嗯、对，可以这样说，嗯、而且好像我母亲她想要去哪里呀、啊，她会跟我告诉我。嗯，他不会说怕跟我说，不敢告诉我，怕说我会担心他没有钱这样子的东西，嗯、我怕我自己也不够用啊之类的、嗯。所以就有了这份事业过后，就是我看到我家庭改善很多、嗯，我可以给到我父母不一样的东西。他要去哪里旅行，他想买什么东西的时候，他都可以很安心的告诉我说，其实我需要这个东西，嗯、然后我也告诉他没有不用担心，嗯，这东西我可以帮到你。所以这个是对你来说是一个人生中最重要的成就，嗯，就让家里人可以过得更好，嗯嗯。最重要的是，嗯，在创业的那个这段三四年中呢，我觉得不只是成就我自己啊，嗯，而且当我看到我成就我的代理们啊，我的伙伴们嘛，他们得到一个跟我一样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嗯。那份成就，我觉得是最有成就感的，也是最感动的，是。嗯，因为就是因为我的出现，因为我的过程，我可以带给他什么东西？嗯嗯嗯，对的，是。那我们先暂停一下，我们看看线上有哪一位观众给我们留言的。嗯，好。那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分享非常好，你可以在下面送一朵花给 Sam Sam， 因为接下来我会问一些 Sam Sam 如何成功的秘诀，可以吗？好的，可以。嗯，可以，来，我们来看一下。OK， 线上的观众蛮多的，如果没有一一叫到你的名字，请不要怪我哈。OK， 嗯 ，Zander's Call 是现场的观众吗？耶、yeah, ，还有 Mr. 亮亮也是现场的观众吗？是的，他在现场，他是唯一的男士今天。哎，那、啊、还有谁 ？Naomi's Gong， 嗯。也是在现场，然后 Miss 没有在哈，卡怎样读 ？Kalin Lu， 哎呀 ，Kalin Lu， Kalin， 哦、oh, ，Hello， 你好，不好意思，嗯 ，Shirley， 嗯，也是你的团队，没有在 ，Crystal Wong，、嗯、没有在吗？没有在现场 ，OK， 都很多 ，Sammy Kong， Lily Chong， Hello Lily。Chloe 有在现场吗？没有啊，哇，你线上的粉丝还真多的。OK， 好，如果线上的观众你们想要问Sammy， 想要 Sam， 你想要跟他请教更加多他关于他如何成功的秘诀的话，你可以在下面给我们留言。OK， 哎，有人说你是女超人。是啊。嗯。你对这个称呼有什么看法？女超人这个称呼吗？嗯，是不是说我好像有点像打不死的小强吧？打不死的小强。好，那么 对 Women TV 的观众们来说，可能你们还不是很了解Sam Sam 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哦？我们有其实有一小段的片段是他个人的微电影的。那等一下我们聊到中间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播放，所以你们大家就留守着我们 Women TV 不要走开。 OK， 那 Sam Sam 想问一下，了解一下你的这个家庭状况。其实我本身呢是单亲的，
然后呢，我的父母，我的妈妈呢，就是因为她就是为了要照顾我跟我哥哥嘛，嗯，一个女人呢，她就是就是把我寄养在我的阿姨的家，嗯，然后她就一个人到国外去工作。所以你从小是寄养在阿姨的 家，所以我应该到三岁到我21岁，我都是没有跟我父妈妈一起住的。嗯嗯，对，我从小跟我哥哥都是在阿姨家长大的。嗯，然后妈妈就是一个人在国外打拼啊，然后就回来的时候，我们偶尔可以见一下面咯。嗯，那你跟你哥哥的关系如何？都 OK， 我们经常都会谈心事。嗯，对，就住在阿姨家啊，住在阿姨家的时候。嗯，从几岁开始？我三岁，三岁是三岁就寄养在阿姨家到长大，对，到21岁。那现在妈妈还在国外吗？没有没有，她已经回来了。嗯，是已经回来了。那如果你妈妈今天是在线上的话，你有什么话想对她说的吗？我要想突然间会想哭，哎，这样子的话，嗯嗯，我觉得，哎呀，我觉得可能我觉得很坚强吧。嗯，是因为她而去让我更加有力量。嗯嗯，我不会因为我是不在一个很完整的家庭长大而去埋怨他，然后他我看到他很辛苦，嗯，他一直在，嗯，所以我觉得一个女人的力量很强大。为什么要做微商就是这样？因为很多女生可能是觉得，嗯，自己的力量很渺小。可是当我看到妈妈这样子的时候，我觉得，哎，原来一个女人都是可以很强大的。嗯，是，我觉得被他影响到，可以这样说吧。如果你说那个人讲我像李超人，我觉得我有一点给妈妈影响到吧。嗯，其实妈妈从来就是她不会说她累啊，不会说她不可以。嗯，提出嘛。嗯，对，谢谢。不好意思哦，我又把 Sam Sam 弄哭了。比较言浅一点，对对对。嗯，所以对你来说，真正的女超人应该是妈妈。嗯，对，是一个女人在单亲是因为父母离异啊，离异，父母离异，是是是，然后就一个女人不再要再带着两个孩子的情况下，就把这个孩子呢都寄养在姐妹的家里，啊，对对对，那自己呢就孤身一人到外国去打工。嗯嗯，那你们小时候应该很少见到妈妈，很少，对，超少的，可能几个月才见一次吧。然后他可能回来的时候也可能待不久，可能待一个3到5天啊，这样子，在我的记忆中是这样的。嗯，对，在我记忆中是他，嗯，回来他也不常回来，嗯，可是我们都会有通电话，嗯嗯，那以前通讯还不发达，嗯，所以也不能像现在这样一在 Facebook 就可以我看到你啊，每天都可以见到面，是，所以那个过程应该是不容易的。那个过程啊，我觉得，嗯。那时候我小时候我是在想，就是我理解，很小的时候我就已经很比较懂事吧，可能就是比较懂事一点，很理解妈妈的处境，所以没有经常，没有去要求很多，就没有说，哎，怎么我妈妈会这样子啊，这样，就非常理解她的处境，就是很过哥哥两个就是很乖，就是等她回来这样子。 就是非常珍惜可以在一起的时间。对，哥哥跟你相差几岁？4岁。嗯，所以说年龄还蛮接近的。还蛮接近的。嗯，对。那妈妈不在，妈妈是到国外哪里去打工？她之前到日本打工。日本，嗯，就很难很难回来，我相信一年才回来没那一两次。她可能一年回来3到4次吧。嗯，是。她到日本打工，然后回来过后也是，她又到外婆去发展她的生意，嗯，又也没有在一起。嗯，是。那妈妈现在的状况如何？妈妈有没有在线上？应该没有在线上吧，我没有跟她讲我线上的。她现在状况啊，很自由。嗯，就是她很自由吧。我妈妈是一个，她很自由，她很喜欢自由的一个女人，就是她很喜欢到处跑，很喜欢到国外去走走看看，所以她每一年都会很喜欢去 Australia 的。嗯，啊，她都要去 Australia。嗯，所以她都会告诉我说她想去啊，可以啊，没有关系啊，你就去，你想去多久都没有问题，你告诉我一声，我安排给你。对，嗯，Sam好懂事，因为我妈妈她可以感受到妈妈为我跟哥哥付出太多了。嗯嗯嗯，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回报是应该的。嗯，那对你来说，选择事业的一个女性，选择事业最重要的是什么？选择一个事业最重要的是什么啊？我觉得是要在一个对的平台上。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如何判断那一个平台是对的平台呢？那么你要去看那个平台的背景，还有平台的使命是什么。嗯，因为我不能说那个平台是不是对，因为每个人要的东西呢都不一样。嗯啊，我们的这个平台呢，我们的出发点是来自于女性。嗯，我们是去激发女性更加多的潜能出来。嗯，因为我实在是看到太多的那个例子，说很多女生是因为没有自信啊，或者是已经结了婚啊。嗯。在家做宝嘛，而且他们就可能就没有自由啊，经济能力方面可能也不太好，就可能剥夺掉他们一些选择的权利。嗯，我觉得都是来自于他们没有一个独立的一个事业。对，我还是觉得女性应该对人生有所规划，对吗？对，我觉得女性她无论是在家庭或者是孩子父母的话，我觉得都需要为自己规划一份事业吧。因为在一个事业上呢，它是一个事业呢，它可以令你增加你的收入之余呢，它可以就是扩大你的价值观，世界观，你会学到一些很不一样的东西。就增值自己吧。对，好，等一下啊，我们看看一下有什么留言吗。你每一次的分享都很震撼人心。好了，那现在时间差不多，我们就播放一段这个 Sam Sam 的这个个人微电影，让大家感受一下。好的。嗨，你们好，我是 Sam Sam。这个微电影是你什么时候拍的？我中学都没有毕业，甚至两年前来自单亲家庭。两年前的时候，妈妈为了照顾我们，刚刚出来创业，都一直在外地工作，两三个月才能见上一年多。我一直很渴望可以一家人一起待在一起生活，所以我十多岁呢就开始出来打散工，半不生活费吧，属于是。以前呢，我为了可以和妈妈庆祝一场生日会，都可以不惜去酒吧打工赚钱。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我15岁起就这样子一路碰碰撞撞的过，生活毫无目的。这样子的生活其实令我快乐不起来。有时候你觉得你的人生很迷茫，也许就是缺少了梦想。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可以在这社会上拥有属于自己的舞台。所以我一直都很拼命，什么都工作，什么都尝试，可是最后什么都失败。每当我想放弃的时候，我都会问老天爷，为什么我的人生都那么不顺利了，我都已经那么足够的努力了。在我这个想放弃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机会，就是现在的网卖事业。我不惜把这些年打工的微薄存款和朋友借钱投入进去，这段时间我非常疯狂地专注在做。如果你问我创业累吗，我想说是很累的，可是我更加明白，创业其实就是为了想要创造自己的人生。就是有过这段日子，我凭着自己的努力，短时间创立了属于自己的团队，收入每个月都可稳拿五位数，而业绩过百千。而最令我骄傲的是，成功栽培代理们成为卓越的领导人，帮助更多人可以解决生活上的经济问题。这段日子里，我更加领会到，只有改变自己的人生态度，才能改变自己的人生高度。现在的生活充实了很多，每天忙着讲课、谈产品、谈合作，我还可以随意的去任何地方旅行，做自己喜爱的事情。我们女人的努力不是为了成为一个女强人，而是既可以安心的小鸟依人，又可以精彩的自力更生，让自己的人生变得精彩和美丽。所以今天的每一个你们，请拿出你们沉淀已久的自信，大声地对自己说，我可以，我值得拥有更好的一切。看完了 Sam Sam 的影片，对你有没有什么启发呢？或许现在跟他曾经面对过一样的这个人生抉择的你，可能你或许可以重新规划一下你自己的人生。那 Sam Sam 一路走来，有什么人是你特别想要感谢的吗？我吗？我特别要感谢当然是我的创办人。因为如果他没有创办这么
这么有力量的这个平台的话，也不会改变那么多人的人生。嗯，我相信你的创办人现在应该是正在观看这个节目的。他应该在观看着，他应该在国外观看着。对，欸，你有什么话想对他说吗？当然，我当然是跟他对他说的感谢的话，真是经常都说不完，每天说的时候都是泪流满脸的。嗯，对，非常感谢他创造这个这么棒的平台给我们，因为当初他的使命也是很简单，想要帮助更加多的女性找到她们自己一个独有的精彩。嗯嗯，而我们是可以不用去依附任何人而找寻到自己的。嗯嗯，所以我觉得可以说是传承她的这个使命吧，因为她这个使命是影响，就是有去影响到我自己本身内心的那个感觉。嗯，对，嗯，那使命是什么？她使命就是让这个平台中的女性呢，可以去扩大他们的潜能，让他们可以不用去依附任何人了，都可以去绽放他们的美丽，不需要攀龙附凤，也这样说。对，现在可能有很多女性都还都是想这样子吧，可能是有些不需要去依附任何吧，无论是家庭、另外一半，或者是别人，还是什么都好，我们可以靠我们自己的实力去找到我们自己的一片天。你这句话很有鼓励性，我相信可以鼓励到更加多的女性们，很符合我们电视台的宗旨，全球女性专属电视频道。是，就是希望可以传播多一点的正能量。哎，有人叫你老大的，老大在线。OK， 或许很多年前，曾经很多人都不看好微商这一个事业，不过从刚开始做到今天的很多人已经成功了，但是还有很多人还在犹豫不决。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活生生的成功例子，就是 Sam。其实想当初我做微商的时候呢，我的家里人也是不鼓励我做的。嗯，无论是家里人都好，我也有遇过蛮多朋友都会说我做这一个不务正业的东西。嗯，或者是老一辈的人他们就不理解。就是我每天在电在家按拼命按电话按每天玩手机，就是每天玩手机，你们到底为什么不要去找工作啊？或者会有人告诉我说，做微商可以找多少钱？嗯，你给我做工更加好啦，可能会说出这样子很。你曾经有这样的 offer， 就是可能说要我帮他打工，可是工钱当然也是普通，可能就两千多，这样你找微商可以做多少钱？没有前景。啊，不如你做我这边还是比较稳定之类这样子的东西，会讲这样子的话，我也受过很多的那种，就是看不起啊，就觉得我很渺小啊。当然，这种感觉我还是有承受过的。嗯，可是当时候就是你我不理啊，你讲什么我不用理，我妈妈的话、家人的话没关系，你迟点会知道我到底在做什么。嗯，那我觉得你的坚持还蛮强的。我不容易被动摇。我之前我很喜欢看书的，嗯，然后我之前有看马云的一个自传，他有讲到一句话说什么，今天很残酷，明天很残酷，可是后天很美好，大多数人都会死在明天。这句话他简短来说就是坚持。嗯，很多人他坚持第一天很惨很辛苦，坚持第二天很辛苦，可是第三天还会得到不一样的东西，可是在第二天他就已经觉得很辛苦就放弃了。所以这句话它其实影响到的就是坚持很重要，你坚持自己的理念，你的信念，你看到对的东西是坚持下去很重要。就要懂得去判断一个机会之余，还要懂得坚持走自己想走的路。对，那走在路上，很多人或许会有很多话语，会有很多闲言闲语，或者会有很多关心你的人。但是往往例子告诉我们，很多故事告诉我们，越被关心的人越难成功。越接受别人关心的人越难成功。认同吗？这句话我非常认同。嗯，就是在这过程中当然是被批评的会比较多。可是我的人可能就是比较打不死吧，我的内心就是你越批评我我就越强大。你越说做不到我越做给你看，就是我就是如果遭遇到很多不好的一些可能想批评啊言语之类的话，我就会很慢慢的开始强大起来吧。我非常要感谢这些人，因为他们激发到我。
如果一直关心我，可能相反的，我就可能比较平淡吧。嗯，就是有他们的存在，反而是让我更快的加速的进步。嗯，所以这个可不可以说是一个爱的枷锁？爱的枷锁吗？也可以说。太有些人很关爱我们，但是看到我们刚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不应该这么做，对 对, 对等等，是关我们可以说是关心啦，关心也是关爱啦，是，但是其实他是想告诉你他不能做，不是你不能做，多数都是这样子。不过我也理解他们，因为我们每个人看的东西不一样，嗯，我们生存的环境不一样，嗯，而我是经常很喜欢把我自己放在一个不舒服的地方，就怎么做，我会不会让自己待在舒适圈太久？嗯，反正我如果过得太舒服的话，我一整身不自在。对呀、啊，我经常跟我朋友们讲，哇，今天好像没有东西做，我觉得不然我一定要找东西做，就是会是那种人，就是到现在目前坚持了3年4年，我还是经常就是我都要努力，每一天都要努力，每一天都要比昨天的自己更加努力。嗯，每一天都要比过去的自己更加优秀，是，嗯，所以你的坚强令我们很敬佩。我觉得都是传承我妈妈的，你妈妈很多时候都是有被影响到吧？对，我看到多多少少都是多多少少都是会有一些连接到，看到妈妈非常坚强，然后她去启发到我，我也要坚强。在面对我人生的一些挫折的时候呢，我也要非常坚强的站起来。如果现在给你30秒的时间对你妈妈说一段话，到过后你把这个视频发给她，你想对她说什么？我想对她说什么、啊、准备好吗？嗯，我就跟着我的心走吧。好，你就不看我，你就看着镜头，啊，看着这个镜头对妈妈说几句话啊。好，3、2、1。 Hello 妈咪，其实我从小到大都知道你是非常辛苦的，当然一时候我们小时候还是会打闹啊，然后也会说为什么你每天没有回来看我们啊，可是我们内心知道你为我跟狗狗付出了很大很大的爱，而你的爱呢是非常有力量的，因为你的爱呢让我今天呢可以坐在这边去告诉你这一段话，也是你给了我勇气和智慧，如果不是你给我这种，我今天也不会走到现在，所以要告诉你我爱你哦妈咪。还有的是你的未来的生活，我可以告诉你是不用担心，因为有我在你过得越来越好。有没有掌声？现场的观众很害羞耶，突然间被你 Q。 是啊，那还有谁你想感谢的吗？我要感谢我的团队啊。你的团队啊、我的团队在场的也没有在场的，嗯，当然我要非常感谢他们这一班人。我要再给你30秒好吗？我看着你讲啦，不自在啊，不然表情很僵硬啊。就我非常要感谢这一班人哦，真的是誓死追随的精神。因为可以说有一些是朋友，嗯，可是有一些我们是陌生人，可是你我是陌生人，可是他把信任交于我，陪我走到现在2年3年。对，在销售的过程中，我想听听看的就是，有时候把东西销售给熟悉的人，反而还不能成功，反而你把你要卖的东西卖给陌生人，陌生人会先跟你成交。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可是我经常都碰到这样子的问题。从我开始创业，可能熟悉的人他们会先顾虑吧，也不是说不信任你，可是他们可能会先看看台一等于心，台一举心这样子。可能你邀请他一起跟你一起创业，他们就会说，先看他怎样先，那我支持你。但可是当我跟陌生人一拍即合，我也是要找钱，他也是要找钱，他看到的是一个机会，这样子，而且不需要浪费很多口水去告诉他，就他可以很直接性的，就是可以感受到我要跟他表达的东西，我们之间也很快速的可以形成一个信念，一个信任，所以我非常珍惜这个信任，不辜负任何一个信任，真的。所以对于刚刚想加入创业这个团队，你的团队的新人呢，你会鼓励他先找陌生人对吗？其实我我不一定要这么说，如果今天他有朋友去邀请他，他也可以去非常去相信他这个朋友去做，如果他今天有陌生人邀请他的话，他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机会啊。我的意思是说你的团队新人啊，他们想要把产品销售出去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们其实无论是两个都不放过，可是不要气馁，
一定会遇到挫折嘛，一定会，可是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要克服这一些心理的障碍，首先就是要上课，要我们会我们会经过培训，我们会公司会提供很多培训，只有我们商家都会一对一去培训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会遇到的状况，然后给他们一些方法，让他们更加好的去走这条路。少一点碰撞吧，可以这么说。对。那么你的团队整百人这么多，平时你是如何管理这一班人呢？其实我们说团队整百人嘛，当然是在我刚刚创业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人。我们最重要的是可能就是栽培3到5个优秀的领导。那么这班领导我们再栽培他们，再栽培他们自己的团队。那么我们组建那个团队的时候就非常的快。对。就你们有一套方程式，有一套方程式和一套系统。当然这是一个秘密哦，如果你要知道的话，你可以来找我，我告诉你们。那我们要如何联系到 Sam Sam 呢？可以加我的微信啊。可以加我的微信。如果你想要创业，然后也很迷茫，想要找寻一个机会的话，你可以来找我聊聊。谈心事可以找我。谈心事找我。对啊。OK， 好，我们放上 Sam 的这个微信，对，给大家扫一下。好，如果你看到这个微信账号，你现在不要急着加他，因为难得他今天来到节目上哦，你要看完整个我们的访谈，然后你就看到 QR code 的时候，你先把它 screenshot 下来。OK， 好，这个就是 Sam 的这个账号。Okay, 不要晚上打扰人家哈，最好是白天问哈。你通常是什么时间会接电话啊，或者是回复微信啊？如果说夸张性一点吧，我从睁开眼到闭开眼都是在接微信，不简单。就是从睁开眼那一刻开始，我就需要一直回大量的信息，直到下午的时候，然后到睡前我都还在回复信息。非常尽责的一个领导。是的。因为我非常的去可以感受到，其实在很多创业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领导呢，一个商家呢，我们需要给他们很多的一些帮助。在他们需要帮助的话，我都会很及时的出现，就帮他们解决问题。是的，有点像 Superman。哪里有需要就尽我所能吧。尽我所能。是的。那一开始加入过后，你们公司会给他们新人什么样的培训呢？就可能他们会开始就是先我们会可能会有一些营养课程啊，让他们去知道我们的产品是一个怎么样的产品。然后可以去教他们如何在短时间去吸收到陌生的一个顾客群。然后我们会教他成交术。成交术也有的学。对，然后我们也会去教他们如何去build 他们的团队，如何去做一个很好的领导。然后我们公司呢也是会提供一些请老师过来教，一些专业老师过来教他们。很多很多方面呢，一些销售的东西啊，打广告啊，我们形象的东西啊，我们的话术啊，我们如何成交啊，很多非常多东西要学。非常充实。那么我们现在线上的观众大概有不多，有400多个。那你有什么话是想要对这一些观众说的吗？可能他们当中也是有一些人正在看着我们这个直播，是想要了解 Sam Sam 啦，或者是你们也想要找更多机会啦。所以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如果这一群人是正在找机会的。如果正在找机会的话，你们可以不要去犹豫，因为呢，我们不尝试呢，我们是不知道的。我知道，当我们踏出那第一步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感受到害怕，因为我们要去冒险，我们总是会感受到未知。当然，我们会去害怕，可是真的是人生就是那么长，那么的短，不要去浪费自己的人生。我曾经有见过，犹豫过很多我的一些代理，可能年纪都比我更大的。我多数代理都会比我更大年纪，所以他们都告诉我，为什么他们早知道他们可以开始这份微商的话，他们可以更加过不一样的生活。所以当你们看到机会的话，不要去怕，先去做，
一步步的做，一步慢慢解决，其实不是那么害怕。很多时候害怕是我们想到的，想到就是幻想的，对，是啊，幻想出来的，是，恐惧是由心而生的，对对对，很多时候是这样子。那么要成为你们的代理，需要有什么样的条件呢？需要你们敢想敢做，还有敢玩，玩，玩也包括在条件里面，包括在里面的啦。怎么说？因为我们当然是我们不会让我们自己真的是很麻木的去工作嘛。在玩的时候我们尽情的玩，在做的时候我们认认真真狠狠的去做。最重要你们要敢想。敢想很重要耶，很多人觉得他把自己放到那么小，那么他就是那么小。今天你把自己放那么大，那么不用怕，我觉得有一天你真的是会成为那么大，只要你们有执行力的话。所以很多时候他们会想，会说为什么我像年轻的时候 会一直创业嘛。我可以让你讲吧，我从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想做一个有钱人，当然是我没有去想法说我要成为一个讲有钱人，我就跟每次经常跟我朋友说，我一定要发达，我一定要做一个有钱人，我一定要过怎样的生活，哇，如果我有钱我这样，我每天都把这种东西挂在我的嘴边。可能有些人觉得我是吹牛，可是在我内心中我就是每天不停地想我可以如何成为一个经济能力很好的人，过更好的生活的一个女人。所以我把我自己放很大，经常在我很小不熟的时候就已经这样子了。对，很敢想，很敢想。那其实变有钱人对女性来说有两个办法。一是嫁个有钱人，对，二就是自己变有钱人。是，你喜欢哪一个？我喜欢嫁有钱人之余，我也要变成有钱人。这个是聪明的做法，因为两样都要。哦，两样都要。对，我可以这样讲吧，是我自己也要成为一个有钱人。对对，经济独立，这个经济独立很重要。当然，我另外一半是有钱的话，我也希望我是成为一个自己有自己的事业的女人。当然，这样我跟他谈天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共同的话题啊。对啊，意思就是未来不管你的另一半有没有钱，你还会坚持自己的事业是吗？还是坚持自己的事业。我还会不停扩展我的事业。对，太棒了，太棒了，真的，这个是我认为现代一个女人基本上一定要有的。当一个女性不懂你认同吗？一个女性当她没有一个事业或者没有赚钱的能力的时候，她很快就会变成怨妇。我看过蛮多怨妇的。可能他们也不想成为怨妇吧，可能就是一些环境所逼。所以我看到这样子的一些问题，社会上的一些问题所在。所以当你成为一个有事业的人，我们不要说我们几厉害，可是你有一个小事业，你有事情在做，你的眼光远了，眼界阔了，那么其实很多事情你都觉得是一个小事情。对啊，你就不会变成怨妇啊。对啊，对对对，与其抱怨，不如马上行动。对，如何加入？请看下面，请连接下面，请看下面这一个，这一个是。所以你今天带来的两种都是明星产品吧？我们的明星产品呢，其实呢，我们呢是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保健排毒。所以然后呢，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瘦身的。所以它是一个搭配的。为什么我说它是一个保健排毒呢？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女性呢，她们是追求美。可是我们要让现在的女性呢，她美之余呢还健康。所以我觉得很容易认啊。胖一点的就是排毒的。对，瘦一点的就是瘦身的。对对对，开个玩笑，开个玩笑。那这个是排毒跟瘦身有什么不一样呢？它呢，主要呢，它呢可以帮助我们排去我们身体上面的毒素。而且它有非常的一个厉害的功能，就是可以排肝毒、肝脏毒。它不只是排肝脏毒之余呢，它还可以帮我们去美颜啊、抗老啊，增加我们皮肤的抵抗力。它不仅仅是那种上厕所的排毒。也不只是女性可以服用，是的，男性也可以服用。男性如果你有抽烟，你有喝酒的习惯，你也应该要服用。是的，对。这个是泡水喝？没有，它非常方便，它就一转开，它就直接喝。而且它的包装也是非常的卫生和高端的。这样很好耶，很简单，很方便，不需要泡，不需要泡，然后你只是扭开一个瓶盖，就直接这样子喝就可以了。是，
那瘦身的呢？瘦身的话呢，它是一个我们结合了抹茶跟一个黑巧克力的一个元素，所以呢它是瘦身的，它是很像糖果这样，是一开就是一包包的，就是很简单，就是你一天就吃一包，一天就吃一包。你出国的话就带上三包，出国五天带五包这样子咯。它主要可以帮我们去排去水肿啊，让我们达成体内运动啊。就非常懒惰的人啊，经常坐着的话，它都可以帮我们去燃烧我们的脂肪，分解我们的脂肪的。是，还挺好的。那这个如何加入呢？我相信线上的观众都很好奇，应该如何加入跟开始这个事业。它的其实它的最低的那个创业资金呢，只需要一个1300块。很多人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2019啦，我觉得微商它非常好的一个事情是为什么？你不需要用一个很大的资金去创业。很多以前我们老一代人说，我们创业的话，我们就需要丢一个400000啊、500000啊，我们要去装潢我们的一些店面啊，要请人啊什么之类啊，我们需要放很多的心思啊、时间。对对对。可是现在只需一个1300块就可以开启了我们的一个事业。因为它的店是开在手机里，随身携带。是的，而且我们还有非常多的领导、专业的老师去培训我们，让我们去有方法、有方向的去做。那首先我要恭喜你，就找到你人生中的一个立基点。谢谢，可以这么说。那也祝你未来的路上越来越好啦。那我问一下，你有什么梦想吗？未来我的梦想是你要去实现的。其实我的梦想很简单而已，从小到大都是我想环游世界吧。那现在你已经，我想要一边环游世界的时候都有钱赚。哇，这个应该也是99.98%的人的梦想。是，就是说当我睡觉的时候，当我在玩的时候，我有钱赚，就是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很努力的在实行着这一部分。那现在已经环游世界到哪一个国家了？还没有其实我现在目前还是在亚洲我们明年的话呢，我们就会冲出就是Europe国家了。公司也非常的慷慨，全包，只要 hit the target， 对，下一站就是去土耳其，明年，所以有一首歌是怎么唱的哈？土耳其，是，还真会唱哎，那去完土耳其就要去东京和巴黎，太棒了。那我相信这一份事业对你来说你也很快乐啊。也看到很多人跟了你觉得很快乐，跟你在一起发展这个事业的时候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收入，对不对啊？对。有没有这样子？有他们都很开心是吗？而且低成本创业，我相信但现在的年轻人呢，基本上多数都负担得起，都负担得起的，对的，就当做缴学费。毕竟过往我们可能创业，也亏了不少，那个学费只是更高而已。是的，而且你买一个包，买一双鞋，可能就没有了。是啊，倒不如用那个1300块来为自己创造一个机会。是的，有很多人给你留言。好，现在我们用一点时间看回线上的留言哈，不然等一下观众他不开心，他觉得我们没有理他，对不对？土耳其见。环游世界，瘦身塑体神器，排毒养颜能手，这人已经在帮你打广告了。他说完美组合，最佳双宝。太棒的产品。其实我觉得你产品蛮特别的嘞，就是没有听过排毒可以用喝的嘞。我一直以来都在找一个可以喝的排毒产品，但是却很麻烦，你懂吗？每次我们撕开，我们要倒进水里，又要泡，然后一讲电话说，硬掉了，不能吃。我就很蛤蜊了，那感觉不敢喝了。是是，我以前经常有喝，以前我是喝那种开始的，然后喝的时候会这样子，喘一口喝，因为没有，我会这样子，那个感觉就是它一块块样子，就没有什么可以接受到，所以我们这次都是为了大家的方便而去，顾客的需求而去塑造的一个产品。对对对对，是的。
经济独立很重要，对，敢想敢闯的女人名副其实。很赞同。对，刚刚我们有提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人要在适当的时候要把自己的梦想放大。哪怕你只是想想而已，都没有人知道啊。对不对？是。但是要去做啦，要去实行啦。要把你们的梦想那个蓝未来的蓝图去把它规划出来，一步步去实行。先尝试再说。Okay, 基本上我看到线上的观众其实都蛮正能量的。他说的是正能量的啦。所以我觉得机会也是难得啦。今天如果要加入的话，就扫一下 Sam Sam 的这个微信账号，然后私聊他。可以。好的。那么身为新时代，你算90后吗？90后。算新时代90后的你，创业成功，可以算创业成功。OK， 那你有什么感想这一路走来的？这一路来的感想啊，可以分享给你同龄人知道。这一路来的感想，我觉得我可以说刺激吗？90后都喜欢刺激的呗。我不知道可以说这句话吗？应该是可以啊。当然是这一路来，也是有过很多挫折，也是有沮丧的时候。可是更多时候，会是重新站起来。我会把创业当成一种游戏。怎么说游戏呢？就是比如说今天我们要过一关。如果过不到的话，我们会再过。小时候我们打 Game Boy 啊，玩什么 game 的时候啊，过不到我们再继续过。我们就是要打爆它为止，就是要过掉那关为止。我就是把我的创业的过程当成一个游戏这样子。如果遇到关卡，我去突破。不行，我寻求帮助，再突破，一关关的慢慢去过。所以这一关关慢慢过，让我体会很多。当然是还是有我的过程啊，一些心酸体验。可是更多的时候，它让到我的心灵上面是很富足。对，心灵上蛮坚强。心灵富足，然后我不会觉得我自己很渺小。我非常去享受我自己的那个。越来越强大的那个内心。就很自然的去接受这个天赋。对，不简单哦。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位，应该是你是算是第一位90后的微商上我的节目的。非常荣幸，非常荣幸。所以我没有想象到20多岁这么年轻，他的思维跟他所说的话都那么特别。好像上了很多课程那样。其实还上蛮多课程的。就是一直以来都会一直去上课程，就一直不断的整治自己，无论是心灵的课程啊，销售的课程啊，我们都会经常去上。我还是要非常感谢我的创办人，因为如果不是他想当年带我去上一堂课程，然后我们就在那堂课程学习到很多，然后也放下了很多，也学习到很多。就在那他那时我创办人呢，他上得非常好，他要介绍我。然后介绍我过后，我们那段时间我们都没有去，我们还没有该做微商的嘛。我们说哎呦不要，我不要了，你上得到好就好了，我们都没有什么去相信他。可是当时候我们当我们一年过后的时候，我们去上的时候，真的改变我们很多这个课程。但是我非常谢谢我的创办人，Maris。这样你要用很诚恳的30秒对他说吗？不要，不要了，不然我会卡着的，这样我表情会很僵硬。对，他叫 Maris，Maris、是，他是我创办人，因为有他才有我今天啊，真的。是里里外外都是因为他。一个人懂得感恩的话，我相信未来都是很好的，一片光明。我觉得感恩比较重要，因为感恩之心它让我更加有力量。是感恩之心让它更加有力量。所以你们可以把这些话都记小抄记下来，鼓励你自己哈。当你遇到生命的挫折或者是沮丧的时候，重新想回Sam Sam今天的说过几句金玉良言，可以鼓励到大家。因为我觉得有感恩之心，它可以让我走得更长远。对，是我感恩身边的每一个事物，我得到的，我失去的也没有关系，我带着感恩之心去面对他们，因为它让我们去成长啊。因为有了这份感恩，所以我才可以越走越远。
如果一个人呢，他一直抱着一个埋怨，埋怨天，埋怨地，埋怨你，埋怨我，我相信他走不远的。嗯，真的，嗯，肯定是。嗯，那对你来说，年纪轻轻的你遇到的挫折也应该不会很多吧？其实我们的挫折都是一些生意上的东西吧。嗯，其实我们的挫折不是在于亏钱还是什么啊，可能是我们的一些我们可能组建团队啊，然后可能我们在刚刚新手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一夜之间我们的团队就出现很多问题啊，刚刚新手的时候，因为我们还新嘛，不懂得如何去就是去领导好一般团队。我们也试过说团队解散啊，很多很多领导走啊啊之类，这样子的挫折也是会有。 那接下来对未来你有什么规划吗？对未来规划呢，其实我还是希望呢是可以帮成就更多的女性站上一个魅力的舞台。她们可以拿着麦克风大声的告诉她们这一段的路程，大声的告诉她们自己她们做到了，她们改变了，这是最感动的时候。非常谢谢你今天的分享。那线下的观众跟线上的观众们，现场的观众们，你们有没有什么东西想要问他的？都很了解他了吗？非常了解了。那有什么东西要他现在在线上答应你们的？有没有要勒索一下？你的团队伙伴整百人那么多，那接下来你会用什么方式去带领他们？当人数去到1000人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去为他们去为他们去想多一点，就是让他们就站在他们立场想多一点，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公司可以去创造什么样的计划，让他们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生活。就是无论是产品或者是平台或者是一个我们的代理计划，可以让他们走到更长远，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东西。因为其实说太多都我觉得都可能都是说，可是我们最重要的是就让每一个加入的人呢都可以赚钱，这是我们要的。这个才是关键，这才是关键，这个也是最终大家进来的目的。就是因为要赚钱。好，祝福 M1 越来越好，祝福 M1 的品牌要享誉世界，然后也祝福 Sam 呢可以带领越来越多人啊，然后步步高升啊。谢谢，他已经升到没有得升了的。我还可以升吗，老板娘？还可以升。是 OK 好 OK 非常，我们现在非常哎呀，现在线下的观众也那么多，哎，我们就来一个游戏好吗？什么游戏？什么游戏？好，我们就问答题 ，OK。第一个问题，不懂你们刚才有没有听啊 ？Sam 今年几岁？有没有都懂了？好，那我们给线上的观众朋友猜一下，那要成为 M1 的代理，加入 Sam 的团队需要多少钱？有没有答案？我看一下。哦 ，Semi-Con， OK， 好，那今天 Sam 所带来的两样的明星产品有哪两种产品？看有没有认真在听？是。Shane 一块，他讲瘦身。他是讲排毒都不对，因为要两种嘛，你要写第一种是什么，第二种是什么。OK， squeeze me， 对 ，and matcha cocoa， 对，一个是排毒，一个是瘦身的，正确的答案是哈。OK， 好，那么这一个瘦身产品跟排毒产品是怎样服用的呢？怎样服用啊？它其实很简单，就是如果是瘦身的话呢，就早餐前呢，你吃了早餐过30分钟，或者是30分钟前，吃一包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我们的这个早餐前要看自己的胃的那个情况，如果本身是有胃的问题的话呢，就可以先吃了早餐过后呢才服用这个。
我们瘦身哪一个瘦身的？对，我们瘦身的这个抹茶。如果是没有问题的话呢，就早餐前30分钟哦。然后这个呢，都需要钱。嗯，喝半包。其实一时候我下午也是会喝的，如果想要晚上上厕所的话啦。喝半包过后，另外半包怎么处理呢？你可以关起来了的。你可以放进冰箱也没有问题。放进冰箱，你要冷冷的喝，你要整盒放进去都没有问题。它都没有问题。那么这个整盒里面有多少个 sachet？ 它呢有10个。瘦呢就是它有20天的分量。盒子这么大，我相信也应该很多瓶。差不多十个，十包。十包啦。包 OK。对。就10天。20天。20天，因为一天。一天半包。是。OK。好，那么如果你们也想要买的话，我等一下是肯定会买了的啦。说、你们要不要买啊？你们看到只有这么少货而已，货不多，要排队，剩下带不多来。OK， 那等一下你们想要了解更多的话，我们会把 QR code 放在刚才那个视频里面和结尾啊，所以你们可以去扫一下 screenshot 下来。OK， 好，在我们。节目也是时间也差不多了，感谢线上的你还有线下的你们的陪伴，让我们今天有个非常愉快的晚上。 OK， 那么现在在还没结束之前呢，我想表达一下我的心意就是把这个感谢状颁发给 Sam Sam， 感谢他今天成为我们节目的特约嘉宾，非常感恩有这个机会可以上来你的节目，谢谢你。好，我们对着观众一起说，记得收看 Women TV。Women TV。OK， 好。记得收看我们的 Women TV。下期再见，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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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